cherry blossoms. Yeah. I take it you're not a fan? No. They make me sick. I knew Johnson's team was working on some fancy pants new reception area. But Jesus. When I get my hands on that candy ass, he'll be lucky if he can even carry his box of shit out of the building. Is it really so horrible? There are only trees. They go from full blossom to bare in a week. One fucking week. Everywhere in D.C. you hear, oh, it's so fleeting and beautiful. Pathetic. What do you think? Nature is just nature. Not beautiful, not ugly. The wind blows, the flowers float away. It's simply how things are. Huh. In any case, Minuano should be close. Minuano, the cool Brazilian wind. A.K.A. Jetstream Sam. What the hell you think you're doing, buddy? Well, what do we have here? Oh. This?欢迎观看《合金装备崛起：复仇 DLC 复仇难度无商榷 S 评价视频中的解说》，我是纯黑，这是久违的开场版。距离上次雷电篇已经过了一年，终于有时间完成 Sam 大叔的 DLC 了。大叔的战斗方式和雷电完全不同，普通的斩击攻击力非常低，基本都是要靠按住重击键的蓄力攻击，就像这样。他还有一个嘲讽技能，嘲讽之后敌人防御力会大大降低，更容易杀死，但是他们的攻击会变得没法弹反，只能防御，就算防御住也会掉血，想无伤的话只能闪避，一旦没躲开的话差不多就死定了，因为被嘲讽后他们的攻击力真不是一般的强，所以说一定要谨慎使用。而且本来这个难度下就算不嘲讽他们也会两三下就能把我弄死，先拿这两个敌人练一下手，左边这个杂兵直接斩切模式把他切开，夺取能量片，剩下的锤子兵先离他远点使用嘲讽，然后闪避取消硬直，接着蓄力斩，击中之后可以直接 QT 把他秒掉，再闪躲把能量补满。刚才的 QT 必须在满能量的情况下才能触发，所以说随时把能量补满比较好。脚下过去一个水蜘蛛，不用管它，这里不是一个站点，没有评价，所以说敌人能不杀就不杀，节约一下时间，尽量潜入过去。但是大叔和雷电不一样，不过暗杀，所以说只能对付这种杂兵的时候，在背后直接斩切模式把它切开，这也算是一种暗杀了吧？其他就没办法了，要么正面上，要么就绕开他们。这里是被敌人警觉了，没关系，只要右上角这个倒计时别变红色就没事儿。黄色的话只是警觉而已，红色才是发现我。这个难度下弹反对敌人的杀伤非常高，所以说全程基本都是要靠弹反或者嘲讽配合蓄力斩来速杀敌人。这里又是一个杂兵，直接切开。二楼还有一个拿枪的敌人，拿枪的无论什么敌人在无伤道路上都是最大障碍，非常的恶心，所以要优先处理掉。干掉他之后又刷出来两个新敌人，一个普通的杂兵，一个锤子兵。杂兵杀法很多，想怎么杀都行，简单的很。楼下的锤子兵在嘲讽下，
他不上来吧，我下去算了。哈，歪着，还是离远点，然后速战。这是第一个有评价的站点，必须强制性触发战斗特效。这边还有一个 VR 终端。Well, what do we have here? Maybe I should give it a try. 像这种 VR 任务也是算在最后的总奖里的，所以说得做一下才行。一共是有五个。这第一个任务上来就有三个杂兵站在原地不动，等他们砍过来。砍板的话可以直接把他们三个全砍板到，但是切的话不要都切死，只切两个留一个。接下来会杀出来月光，要利用留下来这个敌人把月光干死。站到这边砍板他的攻击，可以直接把月光一块砍板到，然后 QT 解决掉月光线，这样的话把这两个一块斩切掉。还剩下一个月光就好办了，月光普通攻击都是弹板不到的，你看他都会躲开，所以说才会利用这个杂兵，很少有能弹板到的攻击。比如说这个，哎，这次表现他直接给我来这招了。平时的话都要离他远点，然后等他冲撞，那样的话更保险一些。这样第一个 VR 任务全部敌人杀光。又回到了这条下水道，注意前方虐狗高能，请爱狗人士和动物保护协会人员立刻回避。Greetings, samurai. Interface. A talking robot dog, basically. State your business here. Me? Oh, just sharpening my skills. Wandering the earth, dispensing justice, but only to those who deserve it. Such as outlaws, desperados. You refer to World Marshal. The ones holding your leash, right?The ones who issue my orders. And your orders are to kill me? Yes. Call me biased, but those seem like pretty dumb orders, Bob. Why don't you try thinking for yourself? For myself. Should I disobey a direct order, my memory would be wiped. Well, that's a pity. I am sorry. You must die. Then... I am sorry. As well. 和雷电打的时候，任狼也是这么说的。一上来立刻夺手冲撞弹板之后，把它挑空。然后蓄力斩，每次弹板可以打掉他20%的血，但是能弹板到的攻击就是他全身发黄光的时候冲撞，还有爪子发黄光的时候，这样的前扑才能弹板到，然后挑空。哎，这次挑空板了。他尾巴发黄光的时候，这种攻击是没法弹板到的，全都会被他躲开。但是可以中断他的连击，又冲撞，弹板之后再挑空，继续蓄力斩。这次是尾巴的单下攻击，这种攻击躲开之后再攻击的比较好。弹板以外的攻击只要废掉他10%的血就足够了。然后弹板4次，这次飞刀防御住，又冲撞，最后一次弹板，只要把他血打到10%以下就可以 QT 终结掉。战斗结束。How did you? You fight because you're forced to. I fight.Because I choose to. My design is flawed. Now, now. I am quite good, you know. But I
没关系，你以后还会再被雷电切磋一次的。Sam 大叔这是前传性质，现在还没有遇到雷电他们，也没有遇到阿姆斯特朗，而 Sam 大叔现在就是来杀阿姆斯特朗的。Why would the sewer seem so familiar？ 这个问题你要找场景设计师去说了。这两个水蜘蛛宾馆，光把这个人类，嘿，把这个改造人切开就可以了。这两个水蜘蛛刚才这个位置刚好发现不了我，他们进去了。At last, our hero reaches the castle. 到这个位置，前面门里会出来一只月光先嘲讽，然后蓄力斩子弹出来的时候刚好砍到，然后斩切模式取消硬直，再蓄力斩，再取消硬直，再蓄力斩，三下可以干死一个月光，然后躲开旁边还有一个杂兵，直接斩切模式给切开。刚才速度快点也是为了避免被这个杂兵砍到，在这出来之前先把这个月光干死比较好。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自动机枪和一个大剑兵，大剑兵在楼上避开这个机枪的镭射，然后从这个大剑兵身后的门进来，直接潜入进来避免战斗。先到右边的房间，这里也是一个站点，往里走一点，然后等别人刷出来，其中一个是飞行翼先跳出来，然后空中蓄力斩。干掉这个飞行翼以后，其他就好办了，因为飞行翼上又有导弹又有枪，所以说比较恶心，先解决它，然后两个拿盾牌的兵砍板一下可以直接破坏掉他们盾牌，盾牌全都破坏之后，斩切模式把他们切碎，然后闪躲补充能量。哎哈，右边这个刚才居然没有切到，再弹满一次，这次 QT 就没必要再用斩切模式给他夺一下他的命根子了，反正我能量也是满的，懒得浪费那个时间了。现在刚刚进入到这个掌事公司的内部，萨姆大叔每次用完嘲讽和蓄力斩之后都会有一个硬直，所以说得用闪避或者进入斩切模式来取消这个硬直才行。斩切模式的话速度更快一些，启动这个电梯之后会刷出来两个大剑兵还有一群载光，立刻跑到身后这个集装箱上，然后嘲讽，在他们上来之前蓄力斩，上来之后刚好砍到两个大剑兵在一起，还非常难对付的，特别是周围还有一群载光的情况下，能先干掉一个算一个，已经杀死一个了，再嘲讽，等着刚好上来再蓄力斩，但是上面蓄力斩也能砍到下面的人，因为这个前冲动作是可以冲下来了。我去，他这个防御非常烦，刚才这下也被他弹反开了，继续上来蓄力斩，行了，全身发了光，可以斩夺了。就剩一群载光了，先嘲讽，然后用突刺这招，嘲讽之后的载光突刺一下就可以秒掉，先让他们都进入这个嘲讽模式，突刺完之后立刻用闪避取消这个硬直，还剩一个，先这样这一部敌人全部杀光，到这最上面来。The intruder is riding up on West Number 2. Roger that. Shutting it down and sending reinforcements. Assist them in engaging the intruder. 敌人又要派增援来了，但在这守着不要下来，接下来会来两只恐龙和一个拿 RPG 的，拿 RPG 的人会落在这个集装箱上我的前面，不要攻击的，等着攻过来然后弹反，但这时候不要 QT， 等一只恐龙上来之后再 QT， 这样一脚直接把这恐龙一块踹死，同时杀死两个敌人。这样还剩一只恐龙，恐龙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我干死其中一个的话，另一个会进入狂暴模式，全身发红光，跟疯狗似的。站在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躲过他一开始这些攻击，过一会儿他就会精尽人亡，然后哭晕在泪晕在原地了。行了，现在可以过来了 ，QT 秒掉，再斩夺。这样这个站点全部敌人就杀光了。得看完这个评价，周围的结界才能消失。大叔和雷电不一样，雷电可以踩墙跑，但大叔遇到这种比较高的地方只能二段跳了，而且还可以在空中做一个前冲的动作。这边又是一个 VR 任务，第二个 VR 任务。这次是在一个悬空的平台上，一开始上来三个拿 RPG 的大剑兵，先去把身后这两个解决掉，冲刺熊重击可以直接把他们击飞，掉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死了，但我掉下去也不是失败的。干掉这两个之后又会新刷来一个，先不用管那个，先把这个解决再说，我一下他的 RPG 刚好躲开，然后再来把他解决掉，全部杀光之后跳到空中，这里马上就要刷出来飞行翼了，空中蓄力直接击中刚刷出来这个，然后还剩三个躲开他们的导弹，地上这个锤子兵先不用管，再空中蓄力一下又解决一个，还剩两个，刚好位置，哎，有一个冲撞过来，砍板，
头，刚好这两个距离比较近，直接展开模式把他们俩全砍下来。飞仙一拳不干掉了，就剩一个锤子兵了，这好办多了。先逃房，然后蓄力战。哦，糟了，我能量不满给忘了。那没办法，没法 QT 的话，那就慢慢折磨死他吧。他地上掉的只是胳膊，刚才挡住了。现在全身变蓝，可以过来抢夺了。又回到了电梯这里，过去看玩具，像刚才一样，刚做完 VR 任务就该 BOSS 战了。Welcome to Denver. I am Monsoon. We've been expecting you, Sam. Oh.They say you took on a drug cartel back in Brazil, all by yourself. Almost took it down, too. If you had, another outfit would have taken its place. One way or another, it always goes back to business as usual. You realized that, didn't you, Sam? That's why you left. I was out for revenge, and I got it. Well then, let's see what you got now.就是和这个合金装备打，不过比起雷电来，三木大师要杀的可容易多。先躲开他的激光，然后冲到他身子正下方熊巢房，这是最安全。接下来蓄力斩击中他的一条腿，击中之后可以直接用斩击模式切掉他腿部装甲。落地之后再给他来一刀就可以，来一刀的话就可以再次用斩击模式切掉他腿上的机枪。这样几条腿差不多就完全报废了。再熊一次嘲讽，勉励一会儿，时间长的话，嘲讽就失去效果了。这次拿他另一条腿开刀，只要使用任意一种蓄力斩击中的话，就可以进入斩切模式，再次切掉腿部装甲，然后再补一刀，切掉腿部机枪。这样他还剩下15%的血啊，准确说是16%，又一次换位置。最后一次拿他脑袋开刀，和腿一样，只要砍中，哎，等会儿，刚才这没打准，再来一次。击中之后，斩切掉头部装甲，最后终结 BOSS。虐他就是这么简单，不像雷电似的杀上几十分钟。Well done, Sam. But you haven't quite passed the test yet.Come on up to the top floor. It'd be a shame if we didn't meet after you went to all this trouble. Sam, 我能量不满，刚才打 boss 是没法斩夺的，能量不满不能 QT， 接下来的 VR 任务是非常不利的。阿姆斯朗现在就在屋顶等我，结果还要过上差不多将近20多分钟才能过去，在屋顶上傻站20分钟，想想就想笑。这第三个 VR 任务，这个任务是在夜间。算是夜间吧，周围漆黑一片，一上来一只恐龙加两个杂兵，利用杂兵然后弹反到这个恐龙，把它一块去折了比较好。先到地边来，然后等杂兵过来攻击我，弹反。哦，这次运气不错，他们三个都在这儿，一口气全弹死。同时斩夺两个，本来想斩夺三个的，接下来又刷出来两只猩猩，猩猩跟在我身后跑的话，说明要飞踢，飞踢比较容易弹反，还是弹反之后可以直接 QT 秒了。还剩一只猩猩，只要小心他们的胳膊发黄光那种不能防御的投掷技就可以，那种只能闪避，大部分攻击都可以防御或者弹反，用飞踢再 QT 秒。两只猩猩全干死，完成任务。
Sam 大叔以后和雷电打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胳膊右手已经是改造过的了，是已经不是他本来的女朋友了，但是现在还是肉做的，已经可以推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他丢掉一只胳膊了。是Sam 大叔全身现在全都是没有经过改造的，即便如此还有这么强的攻击力，难道说他的异常粗壮的大腿有什么内藏玄机吗？前面这个房间又是一个站点，有两个锤兵和他们开战以后还会再刷出来一个机甲，先让他往里走一点然后再嘲讽，闪避需要用只蓄力斩，这种之后先别 QT， 等那个机甲离近点再近点，趁现在一脚把他们俩全踹死，然后斩切把他们切烂，补充满能量，再嘲讽一次，还剩下一个锤子兵了，这实在太好办了。最后一下蓄力斩 ，QT 秒了，轻松搞定。再嘲讽一个，哈，炸炸。这走廊好多鸟居。You're everything they said you were, Sam. Yet still so naive. And how's that? Outfits like ours, they're living things. You can't destroy them with violence alone. You may kill a part of it, a limb or two, but the main body will survive. Then I'll just have to kill all of it. All of you. We're not some band of favela thugs. I told you, our outfit is a living thing, with offspring, with influence. Our memes. You've destroyed plenty of street gangs all over the world. Yet, are we any closer to world peace? I'm not here for the world. I'm here for myself. Well, that's more like it.Let's just see how far that attitude gets you here, shall we? 听他们对话，应该是 Sam 大叔比较亲近的人被某个犯罪组织杀了。大叔为了复仇摧毁那个组织，然后开始全世界范围的逐一摧毁各个犯罪组织。现在刚好轮到阿姆斯特朗的公司了。哎，被敌人发现了。不过没关系，这个院子虽然有敌人，但是不是一个有评价的站点，所以说没必要和他们打。他们虽然带枪，但是枪法还没准到这种地步，直接跳到这个屋顶上行。这个屋顶上才是一个有评价的站点。王岩这里会爬上来一个，先给他几刀，确认能砍到之后再战夺。他刚爬上来的时候是无敌的，所以说得先砍几刀试试。这边又过来几个藏弹，然后 QT， 三个人一块处理掉。这次应该能同时战斗三个。最后还剩一个在天上飞的，一个坐着飞行翼的大剑兵，过一会儿他就下来，已经下来了，嘲讽，然后蓄力斩，但这块雪这么厚，一下死不了，所以说再来一下，这下就彻底死了。下面这个日式庭园已经可以看到是樱花树了，这是一开始阿姆斯特朗和季风交谈的这个房间。樱花飞舞非常漂亮，但即便很漂亮，接下来刷出来的三股月光还是很不好对付的。先到角落来，到角落里他们就不会远程攻击了，期待他们用冲撞吧，没用冲撞也行，反正只要他们其中一个的话就可能打到另一个身上，刚好，然后 QT 立刻把他秒了，能解决一个算一个。闪躲把能量补满，接着离开这儿，因为他爆炸的时候黑烟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很容易被攻击到，赶紧跳出来，有一个跟着我跳出来了，砍砍。这次两个月光全都弹到了，右边这个看来切不到了，一会儿再说吧，先把他斩夺了，然后再来切最后一个。三只月光全部搞定，这里如果不放心的话还可以用一下烟雾弹之类的道具，那样的话更安全一些。这里这条比较长的走廊先到左边这里，右边那就是任务了，左边这里走廊尽头有一个 VR 终端，第四个 VR 任务也是最难的一个，所有坑爹难打的搭配所有兵种都会出来一遍。首先第一回合，这是一个锤子兵，然后两个拿枪的，两个拿盾牌的，还是先去把后面这两个拿枪的解决掉。一个先不管，经过他身边的话他就会把枪收起来，优先处理这个离我比较远的，然后再弹完他们的攻击。
这几个正好离我比较近，都他们到了。哎，只活了两个，这意味着、果然还有个没死的。就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再斩夺他了，全部干了之后会刷出来第二批敌人，三只猩猩，像刚才 VR 任务三一样，让他飞踢，然后弹板 QD 斩夺，杀完赶紧跑，免得他们对我用投掷技，空中的重压，这招可以弹板，弹板之后 QD 两个人全都踹到了，赶紧跑，因为接下来干死两个猩猩之后会刷出来两个水之柱，弹板他们冲撞攻击。哎，这次没法斩夺特的核心，离他们远点，近距离的话一旦喷火的话就防不住了，离他们远点等冲撞比较好，这种旋转攻击也是比较容易弹板的一种，但离我太远了，等他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再次冲撞，哎，也是不能斩夺特的核心，没办法，虽然说现在能量不满，过一会儿再说吧，接下来会刷来一个直升机外加一群飞行翼，飞行翼过一会儿才会出来，先躲到直升机的正下方，免得被他打到，然后再机枪导弹给他来一发 RPG下去了，这个视角老是自动过转，这游戏最蛋疼的地方就是它视角了，下来两个运气不错，然后最后一个直接空中斩夺模式把它切开算了，这样安全一点，然后再到直升机正下方，好怎么的，到了正下方以后它会飞走追上来，然后空中蓄力斩，再补一刀把它切开，直升机搞定，到接下来刷怪的地方开开物品栏，换出来我的手雷，开启嘲讽模式，刷出来的月光和狗狗都被嘲讽到了，来颗手雷，然后 QT 解决，对了，能量不满给爆了，靠，再来手雷吧，没办法了，再来一颗，让月光死了，狗狗也死了一只，还剩一只嘲讽模式的狗，等它解除嘲讽模式以后再和它打，行了，现在把它调控，然后制造攻击时机，蓄力斩，差不多该死了，斩切模式，夺取把能量补满。终于有能量了，再到房间中间开启嘲讽，接下来会来两只恐龙，等他们出来以后立刻闪避，然后来个手雷把他们都炸飞，再补一道 QT 战斗模式的时候记得多砍几刀，尽量把他们身上的载月光一块砍死，免得碍事，这样还剩下只是进入狂暴模式，在原地跑跑躲开他的攻击，让他精尽人亡再说，行了，晕了，再多砍几刀，让这一回合也搞定，换出来我的烟雾弹，接下来会来两个大剑兵和一群载月光，和之前混电梯上情况差不多，只不过这次载月光先来，等他们多一点以后用一下嘲讽，那边有两个拿枪的载月光，很恶心，先把他们处理掉，让剩下的就好办多了，继续用突刺把他们秒掉，现在大剑兵就来了，把他们引到稍微集中一点的地方，然后来一颗烟雾弹，趁现在嘲讽，然后使用蓄力斩，两下轻击一下重击，这种蓄力斩攻击范围比较广，再来一次，这样只剩下载月光了，再嘲讽一下，因为这个嘲讽的范围也是有限制的，有些太远就嘲讽不到了，所以说得离他们近点，还剩两只。全杀光以后会来一只机甲，换出我的造剑量，不该嘲讽的、算了，先换来我 EMP 手雷，然后给他来一颗嘲讽以后蓄力斩，再来一颗 EMP 手雷，再蓄力斩，再来一颗 EMP 手雷，再蓄力斩，再来 EMP 手雷，还是蓄力斩，再来蓄力斩，完了，嘲讽已经过时效了，我去，赶紧躲开他导弹和机枪，我去，刚才他一开始那下攻击应该先弹板之后然后再来嘲讽他，然后使用 EMP 手雷，刚才我点错键了，不该直接嘲讽的，直接嘲讽没法弹板了，所以说现在才导致了这种悲剧的发生，行了，他没血了，给 QD 了，总算结束了，当然还是无伤，刚才这机甲属于 BOSS 级别了，所以说比之前那个难杀很多，回来以后还把我能量补满了，五颗 EMP 手雷也用光了，现在可以到前面这个房间去了，刚好有一个敌人出来，就一个杂兵而已，才能解决直接斩夺，这身子怎么都飞这边来了。 Another one. This place is huge.
等着电梯开门之后立刻冲进来，电梯里会有一只狗在角落里使用一下嘲讽，到角落里他们攻击欲望会变低，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趁这个时机使用距离斩就不 QT 了，这地方太狭窄， QT 的话这个视角实在转不过来，外面还有杂兵呢，不好对付，容易被打到。韩寒，刚好这三个杂兵全在这儿，连续三个斩夺全部解决。从电梯出来吧，接下来又会在这边这个电梯刷来一只狗，还是立刻冲进来使用嘲讽，然后蓄力斩。这 QT 了，这边这个锤子兵也过来了，正好 QT 直接把他也吃到了，两个人全都斩夺。他们俩面真的长得还不一样，让全部敌人杀光。虽然看上去战局也算比较乱的，但比刚才那个 VR 任务04可简单多了，现在可以上电梯了。 I'm impressed, Sam. Who is this? But not surprised. You're one of the most qualified applicants we've ever had. Applicants? I'm not here for a job. Oh, but you're doing so well at our test, Sam. You're Armstrong. I already have a job.Destroying men like you. Bastards who keep the status quo. Send others to die. All from your cushy corner office where... Well put, Sam. You and I have more in common than you think. Come on up to the roof for your final interview.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urry. Don't want to keep the new boss waiting.阿姆斯朗打一开始就打算让萨姆大叔当他手下，这一路上杀的人战斗全都算考试了。前面会路过一只月光，我先晃上来，我这纸箱子一会儿需要用到，这月光没必要非得杀他。这边拐角处还有一个过来等着，等他过去之后跟在他身后。你看他头上这个机枪特别烦人，有时候打起来他给你来几枪黑枪，你都不知道自己掉血了。等最后过关总评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我这怎么不是无伤，那时候才坑爹呢，因为你又得重新打一遍。该躲箱子了，他马上就要回头了。哎，行，顺利潜入过来，可以打开这扇门了。这外面是一个之前雷电，嘿，以后雷电来的时候，这个满是大脑的这个房间，想离开这儿还得要授权。Access denied. Enter security code.Looks like I need to slice up some security until they drop one. 这里没人有授权，没有这扇门的授权，但是这个杀了以后有其他门的授权，一刀直接按杀掉，不要多费几刀，多费几刀的话会被其他敌人发现，会被猩猩发现。杀死他以后掉了一个密码，捡了以后到这边这扇门这里来，那个密码是用在一会儿就知道了。这屋里也有两个敌人，准确说是三个，一个大剑兵，一个猩猩，贴着左边墙过来，不会被他们发现，趁小龙虾。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杂兵，切死以后又掉了一个密码，这个密码也是其他站点需要用到的。刚才一开始杀的那个密码是这扇门的密码，进来以后有一个 VR 任务，这是最后一个 VR 任务了，第五个 VR 任务。这个任务相对来说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了，全程横版过关，就在斩切模式的时候才会变成正常视角，但是想要得 S 评价也是稍微需要费点事儿。先砍满敌人的攻击，然后把他腿砍断，不要杀的稍微离远点，然后等他消失以后再过来，剩下这两个敌人就不用杀了，直接跑过来，因为我要最后拿一个无击杀的这个加分才行，有了这个加分我才能得 S 评价，然后一路跑到终点，一路上各种兵种一应俱全的，但是全都无视就可以全躲开，不用和他们打，需要打的也就这个飞行翼了，功能蓄力斩把它砍下来，然后下边还有一个飞行翼也把它砍下来，因为这不是人所以说不算杀人的，但他没砍到，再来一次把这两个飞行翼砍掉，然后你无击杀无伤的话就可以得 S 评价了。这里还有一个月光，小心别被它挡住也被掉下去，这楼梯可以跳上来，接下来会有机甲在上面等着我，他那个机枪比较恶心，跳上来以后千万别用那个前冲，前冲的话很容易被他这个机枪扫到。最后还剩两只猩猩，躲开第一只的攻击，然后跳到上面这个平台，哎，差点，然后就到终点了，无击杀，然后无伤，最后得 S 评价。
又回到这个房间，别忘了刚才还有个星星和大电兵，刚才可以不打，但现在不行了，把他引过来，然后等他飞机谈判。先别 QT， 等着大电兵离近点，然后一块把他们俩全踹死。这大电兵也掉了一个密码。Security code. Don't mind if I do. 这次是任务的闸门需要用到的了，颜色都和其他不一样，土豪金的。但是之前还有个密码没用，就是这边这闸门的。身后这个星星还警觉了，幸好我过来快，过来的慢的话就离他太近了，会被他攻击了。进来这扇门换一下武器先，换成我烟雾弹，这里面会有两个机甲，等他们刷出来以后立刻扔一颗，然后逃跑，蓄力斩，这招可以把他们两个全都砍到，然后再来一次，这两个比刚才那个弱很多，两次蓄力斩就可以出 QT， 然后斩切模式先干了其中一个，正是这个也一样，这次可以斩多。能量不满，再换一下我的武器，换回我的火箭筒，一会儿还需要用到。这个站点是目前为止最简单的一个有评价的地方吧，之前那些过来的地方也是，如果这些道具多的话，比如说火箭筒多、烟雾弹多、手雷多，可以多用一下，那样的话打起来更简单一些。但我在攻略里就不用这么多东西了，只在必要的地方用。通过这扇门就可以到屋顶了，以前用，以后用雷电的话还会再到这里来一次，相同的路线。从这儿出去以后会来两架直升机，看见他们也别停下，先到他们正下方，然后再用嘲讽，免得被他们打到。等他飞走以后用火箭炮把他射下来，运气好的话两个都能射下来。啊，这次运气没那么好，那就空中再蓄力斩吧。有一道，那这么一看，这个比之前那两个机甲那更容易些。真是月黑风高杀人夜，红色的月亮，阿姆斯特朗就在前面这个平台上等着我，抽了一根雪茄，等了我多久了？但抱歉，还得让他多等一会儿。我可以拿这个火箭筒轰他一炮，但就算轰他一炮，也会发现他还在那抽着雪茄，一点反应都没有。回到刚才这个房间，稍微往这边走一点，好让身后这个锤子兵也刷上来。等拿出锤子来以后才能嘲讽到。行了，再蓄力斩，这次就不斩夺了，等后面这几个过来一块儿，刚才没有嘲讽到他们，所以说再嘲讽一次，然后蓄力斩 QT， 直接把他们三个全都秒了，他们三个刚好站一块儿。还得等地上这货爆炸了才出评价。终于最后的最后该阿姆斯特朗了，人家在那儿这大晚上的从那儿摆着 pose 等我多久了，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来做个了结吧。Sam， thanks for coming in. What's your game, Armstrong? Gonna talk me to death? Like I said, son, time for your final interview.色硬化，Come on， okay， 开战之后二话不说立刻冲上来给他来一刀，这才算正式开始。等他把 M-POSE 正式进入第一阶段，立刻嘲讽，然后快速接近他，躲开低劣攻击，使用两星机重击，躲开他上空拳，再两星机重击，躲开踢击，然后旋转蓄力斩，接着斩切模式取消硬直，再次旋转蓄力斩，这样可以直接打到他50%的血，他会离开这个平台。
投掷大量垃圾过来。斩切模式把这垃圾全部切开，这次直接把我能量用光了。开始第二阶段，还敢刚才一样先使用嘲讽，然后躲开地裂，打法和刚才完全一样，也是两千击重击，躲开两次攻击以后旋转蓄力斩，就算没有能量，照样可以用斩切模式取消硬直。再次打掉他半壶十血，在他没血之后开始 QTE。最后的拔刀斩，Boss 战结束。Sam. Organized violence, waging war as business. We're gonna put an end to all that bullshit. Maybe I misjudged you. Then how about it? Will you lend us a hand? A hand, eh? How about I take yours? Losing a limb or two won't stop us. The job's yours. Welcome aboard.萨姆大叔输给阿姆斯特朗以后就加入他的麾下了，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吗？不管怎么样，看一下最后的总评，全程无伤全 S 评价，这样也算是一个完美的落幕了吧。虽然雷电部分一开始做的并不完美，想重置一下，可惜时间没那么多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趁现在说一下吧。虽然我每一个视频里，还有每一个视频的简介里，我的视频空间里，新浪微博里都会有写我的直播间在什么地方，但总是能看到有同学问，哎，纯黑在哪儿直播？纯黑在这儿直播吗？纯黑在什么地方直播？哎，你知道纯黑在哪儿直播吗？纯黑在什么地方直播？纯黑在这儿直播吗？纯黑在什么地方直播？哎，你知道纯黑在什么地方直播吗？纯黑在这儿直播吗？纯黑在什么地方直播？哎，你知道纯黑在哪儿直播吗？纯黑在这儿直播吗？纯黑在什么地方直播？哎，你知道纯黑在哪儿直播吗 ？Look at here。纯黑直播间，为了能更方便的写出来认出来，我都把这个域名都改了。直播时间在微博通知，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
Clear the road! This is official state business! I said clear!